大家好, magandang araw. Kumusta po kayo? 我是 Philippine 于陈立汉老师。我相信你们会很容易记得我的名字哦。陈立汉，厉害，厉害，厉害，记得了吗？今天我们的课是第一册第三册的第一节文本。 Papa han mama, tatai at nanai. 小朋友，你们家庭餐厅有哪些呢？ Papa, mama, 有哥哥，有姐姐吗？ 那我们看看Susan的家庭成员有哪些哦。 Mama, nanai, papa, tatai. 还有哥哥，姑爷。请问你们家庭周末有什么活动呢？在菲律宾常去海边一边玩水一边野餐，很好玩哦。那我们看看苏珊一家周末有什么活动呢？哇，你们看看，他们在野餐呢。 看家人一起野餐很开心哦，你们也会去公园野餐吗？有机会可以试试看哦。哇，你们看看，苏珊主动跟爸爸表达的说他的爱。他说：“爸爸，我爱你 ，mahal kita tatay。”跟老师念哦 ，mahal kita tatay。换你们咯。 Mahal kita tatay. Wan iman? Hao, han lihai o. Papa han kentong le shuo. Wo ye ai ni. Mahal din kita. Mahal din kita. Wan iman lo? Mahal din kita. Zai zi o. 很棒哦 ，Magaling！ 你们看看，哥哥听到苏珊跟爸爸说他的爱时，他也想要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Mahal kita nanai，Mahal kita nanai。”今天呢，换你们喽。Mahal kita nanai， 再一次。哇，你们唱得很厉害哦。那妈妈也开心地说，我也爱你。Mahal din kita，Mahal din kita， 换你们喽。Mahal din kita， 再一次哦。 太厉害了！我们试试看你们真的学会了吗？请跟老师说正确的答案哦。一、二或是三，我们一起玩吧。好，第一个，爸爸我爱你。好，看看哦，我们有三个选项。 哪一个是爸爸我爱你呢？请作答。Magaling, mahal kita tatay。好，看看我们的第二题哦。妈妈我爱你。好，看看三个，哪一个是妈妈我爱你呢？请作答。答对了。 Mahal kita nanai. 好，我们最后一句，我也爱你。哪一个是我也爱你呢？一、二或是三？请作答。太厉害了 ，Mahal din kita. 哇，大家都很厉害呢。 老师很开心哦，你们今天又认真又厉害，真棒！好
那你们学会了吗？我们都练习吧。好，我们的第一句刚才是爸爸我爱你。Mahal kita tatay. 好，跟着老师念哦。Mahal kita tatay。嗯，很棒 ，Magaling。好，换第二句咯。我也爱你 ，Mahal din kita。Mahal din kita， 欢迎你们咯。很棒哦。好，我们第三句，妈妈，我爱你 ，Mahal kita nanay。Mahal kita nanay. 好，你们呢？真厉害。好，我们第四句哦。我也爱你。Mahal din kita. Mahal din kita. 很棒。我相信你们都会了。大家太厉害了。Magaling， 嘿、hey, ，老师，是，我想请问你啊，在菲律宾有番茄酱吗？当然有番茄酱了，可是你知道吗？在菲律宾的番茄酱是不一定是番茄做的哦，它是用香蕉。没错，你没有听错的，是香蕉、糖、醋、香料。而且啊，在菲律宾除了蘸在薯条，也可以放在意大利面、蔬菜等等。你们可以试试看哦，很好吃。今天的课上到这边，希望回家时可以对爸爸妈妈说出你们的爱哦，要多多练习哦。巴阿郎，再见。